个赛事我们是积分赛，我们会有两首歌。在听音乐之前，我们先往后看一次。我希望他们还是就是健康好好的练习，那我也会好好练习。那真的不得已才会换上我吗？那我们火星，我们来听一看我们第一首歌了。听完我觉得唱的部分蛮多的，感觉是我可以发挥的部分。火星有一个很大的武器，就是两个原子最强的 vocal， 那这首歌也很好的体现出他们的实力。其实我们写这个歌词主要是想呈现一个意境，它是从不起眼的人，被看不起的人，然后渐渐的脱离了那种自卑感，然后展现自己独有的魅力。那我们今天就来练一下，那他们刚才回去都有听一下自己的 part 怎么唱的。好，那有问题先问啊，我先唱。好，第二遍。老师，请翻开第二遍。好，这即使功成名就，它是粘在一起。不会，不会。芝芝教练来的时候，看到他拿着一把吉他这样冲进来的时候，其实非常的惊讶，非常惊讶。其实超惊讶的，因为我很喜欢芝芝的声音，我觉得他唱歌真的是超好听，然后音色很有特色。因为这次刚好有这个荣幸唱到你们这首歌的 demo， 之前有听过中文版的 demo 吗？有，那时候觉得很好听。其实那时候听 demo 的时候，我以为是水星的洪道唱的，就没想到是一个如此大咖的教练来教导我们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切磋音乐，然后等一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一起讨论，然后不要说我是老师什么的，因为我们真的只是，我也是在跟你们一样在学习的路上 ，OK？ 好。如果你要讲到老师，教我蹲到三十分。而且其实是教练。对，教练。不然我先唱前面，然后你们唱后面看看。好。唱得很好听的，非常的厉害，尤其是他在弹唱的部分，吉他也弹得很自然。连我自己听了这个歌的版本，其实我就已经觉得不好唱，是听到他们在唱高音会有一些吃力，而且他们还要跳舞，所以那天就教了一些发声的一些方式。没关系，那个从肚子，你要是对面那个，对面那个，力气那么大，对，因为很多时候这边没有放松，你们都会用这边去顶，他就会会破音。我对那个志廷印象非常深刻，他有个优点就是他很像，很真的很像学。就算那天已经，我们当天已经录完影结束了，然后他还是继续就是问说，要怎么唱，就觉得他
虽然当天没有到唱到那么完美，但是心态已经非常棒了。想远一点，想高一点，但是头不用高。不是，唱到半 key。对，是。哦，内急。内急，哎呦，主要是太强了。不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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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。做什么？真的太舒服。不怎么，不怎么，你先做。那个可以去厕所一下。哇！肚子压力。从 TVBS 到这里都还有。继续。火燎起来。因为这首歌的话，比较着重在歌唱的部分跟情绪表达。我们有 Max 跟成龙。夜雾弥漫的步调。Desperado， 还有佳琪，还有我，看得出我披着黑夜般的披风，四个 vocal， 你是没什么问题啦，老张，老张，老张，这算是最欢乐的一组，对，感觉到一些新成员嘛，佳琪嘛，还有那个志挺，志挺，佳琪是因为加入火星，所以染了红色的头发嘛。我当初就是在那个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知道土星被灭了，然后我被救回来的时候，主人就跑来安慰我。然后那个时候不知道会飞到哪个星球，我就跟主人说，如果飞到火星，我就染红色给大家看。然后真的吗？真的，到位，真的，先当加分题吗？先，他会憋不住。好了，憋不住了。老师，其实表演，我也会个才艺表演。他练了3天了，老师。没有两天吗？两天。来啊！来啊！进来！回来了。什么意思？请问要这部分是他们的大冒险吗？对，感觉是他在打赌，输的要出这个动作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哎！所以你刚刚输了。嗯，不好意思。对，这个动作是我们本来练习的时候会。大家一起加油，然后一起玩的一个动作。加油，不是加油，只是一个想要放松心情，一起加油。加油。然后老师，我真的必须说，这个动作其实是李哲研发的。对，李哲研发的。然后想看一下原版，想看原版吗？我觉得进度要先发。还有我们时间蛮多的。哎呀。对，因为他们有说这是你发明的嘛，我们想看原版的。是啊，是啊。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哎呦，会害羞哦。开始第一首歌吧。好 ，OK， 好。曾经陷入地底的我，披着黑夜般的披风，已经快得发了疯，没办法自重，听到的就是头脑里的声响。这次佳琪跟志挺加入，其实我有看到不一样的火星。尤其是佳琪，我觉得刚刚因为有一些有个人出来在中间，其实表现得蛮好的。那志挺其实舞蹈从一开始我觉得进步也蛮多的，但是呢跟火星其他成员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用力的方式你可能要再多去练习，不然的话有些时候可能在整个画面的时候会变得比较被注意到。我佳琪的部分，我觉得你在舞台上面呈现就是蛮不错的，我觉得你可以再帮其他人多雕肢体也好，或者是表情的部分。成龙真的就是比较容易会看地上，或者是说在比较在意队形跟舞蹈的部分，所以就会当我们在看到你的时候，你就会眼神比较不是在我们身上。我觉得目前是这样子。我觉得重点是大家一起的那个呈现出来的东西要一致，就会很棒。好，嗯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听到老师的评价之后，我们才发现越简单的舞其实破绽会越明显。
然后我们从老师跟我们讲的动作，我们大概知道以后要去怎么调整，希望在正式的舞台上我们可以改正这些错误，就是比较做不好的地方。手啦，主要是手，大家不知道是要这样子呢，还是放后面？有些人会，那我们就统一一点，我们就收到后面，放前面，收到后面，停住。我们这一次一定要拿到进决赛的门票，可以吧？有信心吗？有信心啊！喊出来一点！ Yeah!披风已经快要发了疯，没办法之中，心中的出声空，那好力的声响，自己我的道路是如此冰冷，走出新的自我，令人着迷的我、yeah. 夜雾弥漫的孤岛，我看你都在了身后，是什么结局，我不听声音在徘徊，要逃避我卑微，接受自己下不了决心、no.包袱的枷锁，变成最绚烂的花火，所有人都目睹了心血缅怀着从前没有破茧而出的那个我，即使功成名就我也会去记着，记着原始的我，不被看好的我、yeah、夜路弥漫的孤岛，我看你都在了场合，是什么结局，我不听声音在徘徊，要逃避我卑微，接受自己下不了决心，色彩用锋利的画笔用力画下，告诉着自己独特的美丽，不选择洁身自爱，闪烁着夺取了世界的目光，夺取世界的目光，夺取世界的目光，夺取世界的目光，勾勒出碎裂后的心房。 Now I'm a there